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今日咧又系再次玩呢个叫做《勇者斗恶龙十一沉默世界时空游戏》。睇嚟我哋今日嘅故事环节咧，又就系去一个新嘅地方，要搭船咧，揾一个攞走咗我哋草用树枝嘅商人。OK， 开始冒险，七个小时啦。至今为止的剧情提要，好啦，正如我刚才所讲，而家要去玩采用树枝的商人。关于天候变化与时间，关于变节的禁制，游戏做入装，需要时间，需要时间，等下先。翻得嚟真系好，好啦，搭下路难站。佢船家嘅地方嘛，嗰只船咧系我哋新人 member 艺人嘅船啊，其实唔系我哋嘅，有一个人。好讨厌啊！你听我讲啊，呢啲男人欺负人家，唔俾我入咗去 ，OK？ 哦，有一个聚会，都嚟到呢度啦，点可以拣啊？睇来我哋唔可以出船啊，非常抱歉。海草马儿嘅参选会。健壮的男子，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嘛。好啦，他似乎被这个赛事吸引了。有些时间的话，我们三个就一起去行下街，吃甜品，等下聚会开始啦。我对海上的男儿参选会没兴趣，但是呢对行下街有意思。我正好想买对啊，新的孩子，你哋等下先，我哋系嚟寻找嗰个采用树枝嘅，应该冇乜时间，系冇空闲嘅时间嘛。佢似乎到雪罩 ，OK， 我哋嘅雪尼亚，唔好意思，我对甜品实在系焦急不住。好啦，两个女仔。我哋添嘅两个女仔减就走啦，剩低两个麻甩佬啊！喂，我哋系赶时间嚟，可唔可以帮手开快啲开呢个船舱啊？究竟负责人系边个啊？佢梗系就系我哋站长拉哈迪奥嘅先生，好似我哋嘅名嘅。佢品德高尚，对任何人都非常之亲切。你哋可以搵佢睇下，应该系喺城镇当东北边嘅嗰度。好吧，我哋就直接玩下呢个镇长啊，请佢帮我哋开呢个船舱。啊，满草。唔可以跳落去啊！喺东边应该系嗰度，河边嘅屋企。好，德哈鲁纳镇。你讲乜嘢？唔好意装。而家系夜晚，
啊，呢个系啊，呢个系我哋嘅任务，仲未达到。呢个地图嘅标志似乎标错咗，应该系呢个屋企啦，唔系嗰个 lock 住嘅屋企，应该系呢个。嗰个标签标错咗，呢度应该系啊浸总嘅屋企冇错。好，我哋入咗去先，似乎冇人哦，有人，欢迎，请问系边位咧？咁夜阻住晒。站长你好啊，我哋要搭船啊，究竟系咩事啊？咁夜揾我，哦，佢认得我哋啊？我同你哋冇咩好倾嘅，快啲躝啊躝开啦你哋！啊，诶，等下先啦，咁冇礼貌嘅站长啊，咩啊？根本就系不理人啊，边度亲切啊？不过话说嚟，嗰、那个站长师傅睇到你嘅面色都就变咗啦。难道我哋被通缉嘅事被穿帮咗？睇嚟系啦。我哋咁靓仔嘅力量咯，算你呀、啊！啊，你哋卡喵，你哋喺呢度啊？其实咧有发生咗咩啊？有啲双楼间嘅事，姐姐咧遇咗麻烦了，唔好意思，可唔可以帮下佢？佢唔系去行街嘅咩？行街都可以遇到麻烦，真系奇怪。小妹妹啊，小妹妹，等下先，俾翻我哋魔法装啊！你呢个小孩咧，要用嘅话早咗100年啦。咁你都唔系个小鬼嘛？我都讲过啦，只系借下先。你呢啲就系我哋早排遇见嘅嗰个细路啊！我话咧呢条发生咗咩事啊？我哋行喺街时，嗰、那个男子嗱细路咧就突然之间抢走咗姐姐嘅法杖，可唔容易做追到呢度咧？俾翻你啦，细路仔。今日抢翻你啦，几容易啊！攞去啦，唔好被抢走啦。我问你，你抢佢法杖，特究竟系想做乜嘢啊？就算攞去卖，都卖不了几多钱啊！似乎有啲冤情，你喺呢度做乜嘢？真系嘅，弊俾你，厄西姆，我哋讲明啦，你冇勉强啦。我系拉德，佢系我的匪党。厄西姆，佢系呢个城镇嘅镇长，拉克迪奥先生嘅独生子。我经常嘅同佢一齐玩，但系呢几日前佢突然之间发唔到声音，或者发生咗咩事，佢都唔知道。所以呢，我想讲，如果用呢个魔法师嘅法杖，话唔定可以将嗰个魔法力量治好佢嘅喉咙。睇嚟佢嘅声音被盗走咗。如果呢、这个系你嘅原因嘅，我就不追究啦。呢、这个叫西姆嘅孩子发唔到声音呢，我哋就又唔系，我哋一定要帮手啦，基本上。好啦，我哋去帮下你，师傅，你的喉咙被施加咗一个非常犀利嘅诅咒，究竟系边个做嘅事呢？如果有一种叫做天泥之物嘅魔法物质，就可以解除诅咒啦。但系要制造嗰啲嘢咧，需要清泉涌出嘅神圣之水。清泉嘅神泉水有咗佢就可以治好佢噶嘛？我倒是有听过，从呢个城镇嘅西方沿住河边咧往上走，有一个洞，里面似乎有啲清澈嘅泉水，大哥哥可唔可以帮手？好啦，虽然我哋偷东西在先，但系咧冇办法知上知做嘅，好啦，
点可以 say no 咧？大哥哥、大姐姐，多谢你哋，咁就请你哋用西边嘅洞泉啊，啲清澈泉水帮手做出，听嚟之文吧。好，好得，好得意啊，嗰个细路。西风河边，似乎我哋要离开呢个城镇先。简单行啊！